谢老师，大家非常熟悉的是我楚维郎。那在这边呢，跟大家做一下我们团员的介绍。那在我的右手边是我们的团长王团长，那吹的是竖笛，还有我们旁边的萨克斯风吴老师，还有我们的欧六三，还有我们的 keyboard 老师张立慈老师，辛苦了哈。那接着来介绍这首是《日本的乌瓜》，那在日本。